无论有罪或是无罪，如果手脚被镣铐束缚，全身被枷锁捆绑，他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所有刑具都会自动断坏，使他得到解脱。家人还挺痛快，三天就把钱凑出来了。我之前踩点看过，他们家好像信佛，难怪这么好欺负。啊，信佛的？那我们会不会有报应啊？哎呦，你脑壳坏了吧？干绑架还怕报应？信这种鬼话？真是苦着你了。我就回条短信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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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